天是整齐完美。可是 Taggy 是一只怪怪的鸟，你看它跟它的同伴都不一样。它的名字是 Taggy， 每一天其他的企鹅好好可爱，天是整齐和完美，都很有礼貌的跟大家说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可是呢 Taggy 不一样，他最爱用力的在别人背上甩一把。今天怎么样？他不说早上好，他就摔一把。其他的企鹅都整整齐齐的在布朝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。 Taggy 呢，一二三四，二三六，一二点五，